Segura!您是？我是罗庆庆的家长，我下午来报名的。哦，有事吗？这，您帮我查一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家确实是第一小学的学区房，怎么现在就上不了呢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是您那学区是第一小学的，可是孩子户口落户的时候，那时间差了整整一年呢。啊？可这政策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？政策绝对没有问题，你放心啊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梅主任，真的求求你了，你求我也没用，想一想吧。好了好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梅主任，你知道为了来这学区房，你的孩子也在这儿读书啊？啊，快了。嗯，还没。但将来培养的后代也错不了，都是社会精英。哎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就完了，政策改了，学区房必须住满两年，今年才能上第一小学，我们才住了一年不够了。啊，咱们那破房子白买了，能不能跟他们通融通融啊？我已经问了一下午了，好多家长跟我们一样，就堵在这学校里面，上不了学了。老婆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这天塌不下来，你别着急啊！我要去找那个中介，他们太害人了。你找中介有什么用啊？我实在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事儿他真的不能赖我。不赖你，当时你是怎么蒙我的？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有这样的后果？没想到事情是这样。那房子那么贵，你以为对我们拿那么多钱是容易的吗？现在孩子不能上学怎么办？说，我白天怎么不做买卖了？你这一家买卖，你让孩子来，你别理他，来，干什么？我们顾客。报警！报警！你想干什么？跟政策跟我有关系吗？喂，别！什么情况？你姐跑这砸店来了啊！你赶紧过来看看吧！我说你姐比你还不靠谱呢！报警！这我姐怎么不靠谱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许说我姐啊！你让她砸，随便砸，砸坏了都我赔。你还赔？你都穷得叮当响了，你赔什么赔？
那你先稳住他呀，我这就赶紧打飞的过来。等你过来，你得把电话给掀翻了啊！我们只管卖房子，你要找学校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给我姐说软话，说软话好使。快来，你姐吧。不，说闺女，闺女是我点名更的。你咋地了都？姐，我求你，你咋也没有用，你咋你孩子也上不了重点小学呀？你当时怎么不说？我姐，你想想，你现在上不了了，你告诉我，你没有办法。姐，你想想您闺女，您先别，你想想您的闺女，她还那么小，您到时候让警察抓走了，她怎么办？谁照顾她？姐，你想想您孩子，她还那么小，您要抓走了，她可怎么办呢？姐，我求你了，您别闹了。你们这帮骗子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女儿现在没学上了，一家人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，都是你们，你们太黑心了。老婆怎么了？谁干的？我怎么跟你们拼了？你们谁干的？啊，谁干的？误会，是我自己。你知道吗？上不了学了，赶快去医院。现在上不了学了。没事，赶快去医院。走了。我的爸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跟你没完啊！我会来找你们的。先热热啊！哎，你儿媳妇缝了几针呢？啊，50针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厚道啊？你就怎么这么就幸灾乐祸呀？五针呢？我听错了。哎呦！记得当初他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给我来敬酒，哎呦，那一下脸就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没想到现在这脾气这么暴啊！哎，那是当初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为了他孩子的事儿啊，能把大人给逼疯了。就我们那儿媳妇也是这样，自打生了孩子，嘿，天天跟我儿子打架呀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现在我都不敢让我的孙女回家了。那倩倩以后上学怎么弄啊？那就上一个普通的学校，但是这个房子白换了。是啊，嘿，你也有今天呢，哼，机关算尽呐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和平，来跳。公司的公关部今天就算成立了，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合作，为公司创造出更好的业绩。我代表公关部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好了，大家现在都去忙工作吧。哎，郑楠，以后对小黄要多多关照啊。姐，没想到你也会来给我祝贺啊！对不住啊，手伤了，也没法鼓掌了。哎呦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我就是不太明白，你这公关部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呀？简单说啊，就是帮各部门做一些他们完成不了的任务。比方说，你们的市场部要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，那就该我们出马了。哦，秘密武器啊！姐，您这么说可是捧杀我。说真的，这一年来，是我是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那都是跟您学的。在我心里，您永远是我的师傅。小黄，这一年当中，你不光是销售厉害，连皮笑肉不笑的功夫也突飞猛进。对了，千万不要说跟我学的。
说女儿上第一小学了，请客啊。丢不丢人？丢人？我丢什么人呢？我相信所有成功家园里面跟咱们家闺女一样遭遇的家长，都不希望孩子最后还是念的是第九小学。我就希望倩倩去读第九小学。因为你是个没有责任心的爸爸吗？这根本不可能有家长去跟你胡闹。怎么会是胡闹呢？这是讨一个说法，维护我们正当的权益。我求求你放弃吧！啊，当初咱们换这个学区房就是个错误，咱们回归简单生活得了。你以为简单容易啊？这现实多残酷啊！我们单位都快人吃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喂，您好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那个1503的那个户主，对，那都是我贴的。啊，您的情况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晚上10点钟。在那个中心花园见。哎，因为有的家长啊他下班比较晚，所以定了10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很多人都没见过，所以再去谁家都不太合适。好好好，不见不散。对，感谢感谢。你们应该定一个接头暗号，左手戴白手套。哼，一看脸色就知道了，还用什么暗号啊。哎呀，无药可救啊。你看，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可是咱们从来没打过交道，但是为了孩子咱们走到了一起。啊，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罗倩倩的妈妈。我是小姨的爸爸。我是邓云凡。我看到您买菜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哦，哎，然然妈妈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好，你来了就好，我就可以把计划书发给大家了。来，一人一份啊。来，好的。这个呢是我草拟的一个明天的我们的行动的一些方向跟宗旨，大家有什么想法跟意见都可以跟我提出来。喝酒？喝酒？是喝酒。这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见到第一小学的领导，对不对？他们逃避我们，见不到他。只要能够见到他们，我们已经接近成功一半了。据可靠消息，这个梅主任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但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爱喝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突破口，我们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大的。那您怎么知道梅主任爱喝酒的？请相信我的市场调研能力啊，这是出于我的职业习惯啊，以后慢慢给你们介绍我的工作。可是这敏感时期连见一面都难，他能和咱们喝酒吗？对呀，也挺担心的。明天晚上7点半，梅主任会在霄云路富源酒店给孩子过生日，所以我已经订了明天晚上隔壁的包间，我们就潜伏在那里。哎，这主意真好，真不错。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加油。具体行动事宜，大家就参考我做的方案，大家再仔细阅读一遍。好，要保持默契。嗯。你这给我还我！你别带，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试伤之后给你买一箱。你别给我画饼了，我这。30多年了，这跟我岁数差不多酒，你怎么？是你的酒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啊？待会儿见机行事。
五九也就初九呗，还干嘛还得让我出人啊？凭什么选我呀？我们梅主任都熟了，会提防我们的。他没见过你，你待会儿只要把他成功的引到这个十八号房间啊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。你的任务很艰巨的啊！快想想倩倩。倩倩妈，我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就交给你了，你不把他引到这个房间，我们就白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来的，交给我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老公就是牛，靠你了。哎，那我们做怎么做呢？再商量一下，哎，菜都点好了哈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待会儿这直奔主题，咱们得商量好对策。第一步说什么？第二步说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谢谢啊！哎呀，梅老师吧？您是？您当班主任的时候，班上有一个特淘的孩子，想起来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教过你这么大孩子。你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估计还在部队呢。不是，认错人了，认错。我是孩子家长，我儿子叫丁成，你记起来了吗？特淘气。丁成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梅老师，您这是？我那个给孩子过生日，哟，太巧了，梅老师，我们当年那帮家长也聚会呢，走走，过去喝两杯吧，走，这不合适，改天。哎呦，遇到就是缘分，您还喝酒呢吧？当年咱俩一块喝多过呢，有这事？您想想，您忘了？对，这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，太巧了，我们这帮家长不合适，进别别主任，我不信，我来都来了，看房子肩都离得那么近，不是，不能改天。哎，来人！快，梅主任来了！哎呀，这哪有梅老师来了？哎呀，哎，哎，各位，你让我出去！梅老师，哟，梅老师，梅老师，你为了干嘛？梅老师，好酒好菜都给您备好了。是，我家里人还在打听，怎么着呢？我们有车安排，专门送他回家。走，来。一杯了啊！好，话已经跟大伙说的够明白的了啊。这个，这个国家的政策，咱是改不了的了，是不是？每个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重点小学去，可是重点小学呢，在咱市里头就那么几个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说你们何必跟这凑热闹呢？就像孩子生病了，是不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？其实任何一家正规的医院都能把病看了，可有些家长呢，非得带着孩子去那大医院挤着啊，排队挂号，还有的找特需、找专家，啊，忙的那些大夫连上厕所、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他能把病给你看好吗？这不扯呢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作为一个教育战线上的老兵，我在教育口这么多年了，请大家伙一定要相信我这句肺腑之言，好不好？啊！孩子上小学上哪都无所谓，啊，北京市的义务教育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那是在高中，在大学，好吧？不，那主任，我问你，嗯，您自己家的孩子在哪上学？哎，对，我觉得主任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我特别赞同他的想法，特别好说的，是吧？嗯。这上学能跟看病一样吗？对，是从小学都开始。我不是打比方吗？这不是，那个什么，一个小时差不多了啊。哎，你怎么又跟到这儿来了？啊！我跟您还没喝好呢。我知道您什么意思啊。我
是真的没办法。哎，我跟您说，刚刚您喝的那个酒啊，是我们家长集资买的。我知道您特别有量，我怕您不够喝，然后我从家里呢又拿了一瓶。这在我们家已经搁了好多年了，我就不知道您爱喝这种陈年的老酒呢，还是爱喝刚那个新酒。您这是30年的。哎呀妈呀，你太有研究了。这是80几年的茅台，是吧？啊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就在隔壁找个地儿，边喝边聊。你能喝吗？你别看我，我挺有量的啊！而且我刚看您呢，一直在说话，就没看你吃东西。其实我也没怎么吃，肚子饿。咱们走，边喝边聊。走走走走走。这酒得省着。哎呀，老给我打什么打呀？啊！咱是不是该撤了？我喝不过你。不，没准咱俩一定要喝一个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没见过您这么倔的家长。你答应我了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了是不是？我是真心想帮你啊，但是涉及到政策的事儿。政策不是规定2年吗？啊，除非让你们家闺女再等上1年，明年她就能上我们学校了。我只是随便说说啊，你别当真，这种做法有点破釜沉舟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等到明年我们家青年就可以上小学了。轻一点，别把他什么叫轻一点，不是轻不轻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直接打120，打120，叫医院来送他去抢救。妈，30年的茅台，且睡呢，且醒不过来呢啊！还有，爸，我怎么从来就不知道咱们家有30年的茅台呀？就别添乱了，让你知道早就喝光了都。我又不喝白酒的，你这是干嘛？怎么，你要给内裤奶奶洗衣服去啊？啊！你们闻闻，你们闻闻，多大的味道！这多大的味道！这什么意思的？你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酒量，就别要去拼那个酒。哎呦，那怎么，掉猫洞里还掉下水道里了？满身的泥点子。哎呀！哟，哎呀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把妈给急死了啊！那个妈让你辛苦了，这。该把衣服都换了。没事，你是让妈长见识了。这不死心了吧？30年茅台让他死心，贵了点吧？哎，不是我说，毕胜男，你这性格你能不能改改呀？你瞧你现在这样。罗丹，妈。嗯。罗素，我这30年的茅台我可没白喝呀。嗯。我终于找到让我们倩倩上第一小学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呀？快说什么办法啊！我说呀，奶奶，你快说什么办法啊！我决定了，我要让倩倩晚一年上小学，等到明年我们后苦满2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倩倩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上重点小学了。你们看吧，你们看吧，我就说嘛，这30年茅台的酒劲就是大呀！这什么呀，这是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哎，
哎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儿媳妇可真成啊！家长会结束了，人家长都走了，他愣是把主任给拽进宾馆里头，活生生的就给灌趴下了。啊，带个相机呢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人要逼急了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是不是？您说什么呢？哟，你来了。哎，昨晚你儿媳妇没事吧？啊？我儿媳妇有事没事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不是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我也没别的意思啊。哎，你们家倩倩到底去哪儿啊？倩倩上哪儿啊？她不上哪儿，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？关键是我的儿媳妇，她有本事，她可以把人家主人请出来，光明正大的谈呢。谈不成，咱们就去上一个普通的学校，也不觉得丢人。哎，不像有些人背后就嚼人家的舌根子。你说谁呢？说你呢。你再说一个。不是你的孙子也想上一小吗？对呀。请问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放音乐，以后咱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迟到耽误大家的练习。没错，放音乐，放音乐。不能因为某人在我的背后嚼我的舌根子耽误你们的练习。你们不是都是掏钱来练的吗？闭嘴！什么人呢你？啊！你再说一个！闭嘴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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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冲王称霸！你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想怎么着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再说一个！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！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打110！打110就打110！你还有理呢你？啊！今天怎么还打120练了？我不想练，怎么了？爱练不练？爱练不练？嗯，唱得好。爷爷，我可以装书了吗？不行，再玩一会儿啊。嗯，妈妈，爸爸，我帮你写报纸。好的。哎呦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用挂历包书皮的呀？那超市有现成的，塑料的买来直接包上不就完了，多省事儿。你说的一包一套，那是塑料皮的，哪有那个挂历纸这么有品质啊？再说了，我不找一个机会让你爸爸秀秀他的毛笔字，他心里不乐意呀、啊。因为我爸这两笔字写的真挺棒的。哎，爸妈，我可听说这第九小学已经是准重点了。啊，是吗？啊。哎呀，那是我们倩倩命好啊！哎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同一所小学，挂了重点牌子和不挂有什么区别啊？关键是孩子学到东西也不要从小就学虚荣。我爸说的太精辟了，倩倩听爷爷的啊，咱们可不做虚荣的人啊。楠楠，明天孩子开学了，你们两个谁送孩子去上学呀？我们俩一起去是吧，老婆？倩倩，让妈妈看看书包好不好看。妈妈，你看书包好不好看？好看好看，是谁给你买的呀？奶奶和爷爷。爷爷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再玩一会儿啊。嗯。宝贝，接着唱歌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想着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第二段怎么唱呢？我去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，真棒！明天一报到，咱倩倩就是小学生了啊！宝贝，爸爸考考你，这个见到老师要怎么样啊？鞠躬说老师好。哎呦，咱们闺女真懂事，老师一定喜欢你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啊，争取考上重点中学，再考上重点大学，一定要给爸爸妈妈争脸啊！嗯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宝贝，
义务教育阶段根本就拉不开距离，关键是这个高中和大学时期，所以咱们一定要努力考重点，争上游，懂了吗？懂了。现在呢就是打个基础啊，你就像妈妈小时候那么努力用功就行了。知道了。妈妈，你小时候学习好吗？好，老爷天天打能不好吗？倩倩听见了吗？上学就意味着咱们的小夹板给套上了，所以咱们得严格要求自己，好吗？好。宝贝，给爸爸唱首歌。好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父子俩快乐的出发。儿子的头大，手儿小，爸爸。主意了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没有，盛楠现在正在看倩倩的那个课本呢，去地球小学是板上钉钉的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老妈迟早会被你吓出神经病来。哎呀行了啊，你早点睡吧，我今儿跟您汇报一下。你也睡吧。睡吧，丫头，我没睡。跟他们家争取的怎么样了？他们家同意没有？我没争取。为什么没有争取呀？他们家是不是仗着人多压你啊？我想了一下，如果真的一年不上学的话，问题也挺多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这就不是我毕大千女儿说的话。你老爸在重点中学当了40年老师，比谁都清楚。那好学校多重要。可倩倩她自己真的很想去上学。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你也跟着她犯糊涂是吧？我这么多年白教你了。你说你小的时候，我要什么事都顺着你依着你，能把你教育成这么出色吗？可是我真的很想倩倩能够开开心心的。丫头，我问你，你小的时候我逼你骂你逼着你学习的时候，你开心吗？我，你说实话，不开心。可结果怎么样呢？你现在事业有成，家庭也不错，这一切都不归我从小抓的严，让你考上了好大学。你再看看你弟弟，都被你妈惯成什么样子了。
说难听一点，那不就是个混子吗？一个人的成长，环境、家庭的教育那都太重要了。他们家不懂，我们家懂。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孤军奋战太累，我明天就跟你妈过去。哎，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别过来了。我自己可以坚持到底的，我也不想欠你上普通的小学。哎，这么说就对了，丫头，有任何情况你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爸绝不能让我闺女和外孙女受欺负。妈，爸，你等一下，倩倩叫我，我去一下。妈妈，哎，怎么了，倩倩？妈妈在这儿呢，怎么了？天亮了吧？我该去上学了。现在还早呢，天还没亮呢。爸爸说天亮了，我就可以去学校了。倩倩，我们赶快睡觉吧。你知道吗？小朋友如果不睡觉的话，他是不会长个子的。等明天睡醒了以后，妈妈再带你去学校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今天你爸爸要去参加书法比赛，人家单位有车来接。我想今天不是倩倩该上学的日子吗？顺便一起接走啊。倩倩，今天有专车。奶奶，你看我的书法好不好看？这把你乐的当然好看了，那是奶奶给你挑的。今天你要上学。老婆，快点啊。倩倩。今天是个小学生。好漂亮啊，宝贝。快去叫妈了。妈妈，快来！上学去了。倩倩，我们今天不去上学了，我们去上田宫。为什么？妈妈已经一晚上都没有睡觉了，都是在想你的未来。你相信我，你现在还小，妈妈再给你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我要有便宜干嘛不赚呢？这个年代啊！倩倩，怎么了？甭管哪年的，你就讲那最贵的。给我来一箱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是会员制酒窖，您需要先填写一张会员申请表。而且我建议您，如果您购入大量的酒的话，还是在这里储藏为好，因为这里是恒温恒湿。咋这么啰嗦呢？我就是在闺女的婚宴上用。来，最贵的。那请问您是中餐还是西餐？是以海鲜为主，还是牛羊肉做主菜呢？哎呀，不就是算把垃圾的葡萄水吗？查户口呢你们还啊？有钱不赚呢？啊？哎，您好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不批发红酒，如果您要是批发红酒的话呢，可以去那个附近的大型超市看一下。你这不就是卖酒的吗？我们这还真不是卖酒的，我们这是品酒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请。瞧你那档次。记着啊，以后像这样的人就别让他进来了，也别理他啊，去忙吧。是。妈，怎么了？你跟他说，在我的家里头，在他的眼里，别没有我这个老的，还没有这个小的。他敢闹起来，我就敢跟他撕破脸。你听听，现在倩倩哭成什么样了。说，不是妈，您千万别跟他撕破脸，这得留着最后一道防线，要撕得我来呀，这事儿让你来撕，你还好意思说我们还有防线？我们家里这么多人加起来都盯不住他一个，我们是他的对手吗？要说防线，我们家的防线都被他攻破几回了。好，回家再说啊，挂了。哎呦，这妈呀！
倩倩呢？在你妈妈屋里呢。盛楠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不要太冲动啊！哎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看你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啊！老虎不怕，妖怪不怕，就怕你这当妈的。哎，你说之前换房子，全家人说什么了？不都是支持你吗？你现在这是想一出是一出，还有什么晚上学？你知道晚上学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就是一辈子的吃亏，他连座位都搁最后了。倩倩现在是六七岁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步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步走错了，可能要一辈子来偿还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怎么说什么都不听？你这个太轴了你！我帮你找学校不就行了？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你不要跟我再多说了。哎，妈，你能把倩倩放出来吗？我跟您实话实说，少年班的学费我都已经交过了。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无非想来告诉我，倩倩是你的女儿，你是倩倩的亲妈，倩倩的事情由你一个人说了算，别人管不着。